Hello，大家。我现在准备出门去打那个 HPV 的疫苗，就是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打这个疫苗。感觉今年好像没有以前冷，之前我每次回来都冻得够呛，今年就是穿了个羽绒服，里面穿了一个打底，也不是很冷。Hello。我已经打完疫苗了，然后现在回到家，我出门忘记戴口罩了，所以我现在赶紧回家拿个口罩。然后等一下呢，准备去银行取钱。我等一下去我姥姥家嘛，准备给她包个红包。然后我现在要回家拿口罩，拿红包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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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呦呦。好了，我等一下就出门了，没空跟你挤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好了，我马上就出门了，你那么激动干嘛？我一会儿就出门了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，趴到垫垫上，嗯，呵呵呵呵。好了，真带你高兴啊，okay。 这个是我买衣服的时候送的红包，非你莫属。我现在准备出发人，不带你，我等一下要去超市，你又不能去，不带你了啊，你在家家睡觉好不好？停止现金。您好，请注意是否有人尾随，请收好您的银行卡及其他行李物品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微信，支付宝的，可以，我扫你啊。感谢你有支付宝。好好，这个。
累。姥姥，哎、你在干啥呢？你马上要走了，马上我说你不来吧，我说来了来了。到屋里去，你看看，姥姥又喂了、那个、小豆，小豆。哈喽，哎呀，超小啊，这个猫。不好啊。你照照片了没？再给我看看。有照片。给我看看，你怎么这样手机？还在。这是相机。这哈喽，哈喽，嗯，哈喽。哎呦，它抖呢抖。就在我肩膀头上蹲着啊！我在那炒菜做饭，就在我肩膀头上看着我。咪咪。小豆现在好乖呀、啊，可听话了，好乖，你比以前乖多了。上次见了你还磨牙呢。